在下手里这一卷八厘米的影片，是太极武艺入禅学派杨家第四代宗师杨守忠先生，在民国65年，当他70岁的时候，在香港他的寓所里，由他的女儿所拍摄的，也是杨家宗师180年来唯一的一部太极拳动作的记录影片。现在现映的影片里，后面的动作示范部分，就是这部影片放大版制而成的。杨守忠套拳动作示范。薛飞鹏，蓝雀尾。翻身单边，提手上势，白鹤亮翅，左搂膝傲步，收回琵琶，左搂膝傲步，上步右搂膝傲步，上步左搂膝傲步，收回琵琶，左搂膝傲步，进入斑斓锤。如风似壁，十字手，山单边，肘底锤，倒碾喉，倒碾喉，倒碾喉，薛飞士提手上势，白鹤亮翅，左搂膝傲步，海底阵，扇通背，翻身贴身锤，进步斑斓锤，上步蓝雀尾，单边，
十字手，抱红飞扇。Thank you.